温碧霞呢日喺 TVB 录影音乐节目 ，Irene 都已经好耐冇翻嚟电视城啦，唔知将来有冇机会翻嚟 TVB 拍剧咧？每一次翻到嚟，我都觉得系好温情嘅，因为呢笪地方留低好多我自己好美好嘅回忆。其实我一路都讲，如果系有真系好啱嘅角色，我都会考虑拍翻剧嘅，因为其实而家都好全程投入去演戏啦。咁我觉得最紧要系遇到啱嘅角色。呢次嘅音乐节目主题系纪念哥哥张国荣 ，Irene 有向同哥哥合作过电影《胭脂扣》，令佢到而家都好难忘啊！因为哥哥喺我心目中系，我觉得系最完美嘅。我仲记得嗰阵时同佢拍《胭脂扣》，亦都有即系大家有合作啦。咁我觉得佢嘅人系好 charm， 即系无论佢系喺台前或者喺幕后，即系喺我哋自己私底下，佢都系一个好吸引同埋系好友善，即系你觉得佢就系哥哥咯，即系佢永远都系好。好有熱誠啊，對人同埋係好 nice 啊，同埋俾人好舒服，同埋佢一種吸引力係我唔識點形容，我總之覺得佢係完美咯。